海洋世界有着很多海洋生物，是我们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的。而在沙滩上，也经常会有被大浪给冲上岸的。这女子沙滩游玩时，发现一块石头，走近一看，才发现是一个鳄鱼头，上面还长有寄生虫。也有男子在海滩上发现一条奇怪的鱼，不停地拍打着沙滩，就连想救助它都难以下手。最近，一网友在东南亚沙滩上发现了一个身长6米的巨物，这货身上泛着荧光，背部还有条红色。不少人看到后表示，这莫不是海龙王被冲上了岸？这个庞然大物也让游客们纷纷围观，其中有几个大胆的游客上前仔细观察，觉得这仿佛是一条深海鱼类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不够、中途疲软、阴茎短小、虚汗、阴囊潮湿、肾虚引起的腰酸背痛等男性问题，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8783400，中药秘方调理，对症下药。记住中医老师问诊微信8783400，海内外患者朋友皆可免费咨询。存在一个王国呢？如果没有，那么书中为什么会记载鲛人呢？各位网友，对此事您怎么看？欢迎留言。